你啊，叫宁昌明，我呢，是你女朋友。啊不，我是你未婚妻。我，但是我现在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医生说你头部受伤，记忆可能会暂时受些影响，不过没关系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尽快恢复的。我是怎么受的伤啊？说来话长，你出车祸了，都怪我不好，是我非要来这度假，否则你不会出事的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别哭啊！宁总，宁总，宁总。现在没人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戚薇，哎，这次去国外，如果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，你又联系不到我的时候，打开这个信封。哎呀，丁总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锦囊妙计吧？不要报警，先从酒店5公里范围内医院找。哎呀，宁总真出事了！宁总，哎，这得亏啊，是宁总不在这儿，他那么精，谁能糊弄得了他？还记得吗？上个月财务不是忘记漏交了那个项目的备用证明细吗？紧赶慢赶，还是差了两行，就想找个借口糊弄过去，争取点时间呗。结果被宁总当着半个业务部的脸给拆穿了，那场面，这月初你指望？我说啊，这世界上能忍宁总的也就马总了。人家从大学时就是同门师兄弟了，这师兄帮师弟的，一听就有戏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宁总老狐狸的绰号，据说还是马总给起的。真的假的？他俩关系这么好呢？那可不，我还以为。哎，就照宁总这么不近人情呀，咱们公司早晚得散伙。哎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我倒是挺看好他们两个，我站他俩。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倒是觉得他俩这关系还挺像这螺蛳粉的。你别看他包装不好看，可是呀，他好吃啊。我懂得了，对不对？那个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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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齐飞说宁总刚才征用了会议室。宁总现在在哪儿？他已经在楼下了。收起来，收起来！开门！哎呀，完了！哎，这个放进去。那你干嘛呢你？你现在投什么简历呀？啊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将自己从这种被宁总支配的恐惧中给解救出来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来公司多久了？有两年了。那就是2+1，去人事部结算离职补偿吧。宁总，我错了，我知道会议室不是休息区，我保证我再也不敢了，宁总。怎么办？马总呢？已经照您的意思通知过了。
宁总，不是你今天把我们叫来开会，为的是什么？这个事情需要马浩来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这马总人都没来啊？约的时间是2点，你已经浪费了27分钟的会议时间。不好意思啊。给马总拿瓶清酒要来会议室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喝点水就行了。嗯，都在呢。宁总，说吧，把大家都叫过来，有什么事儿啊？想请马总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关鼎要放弃整条 T 国产业线。马总，这是真的吗？是这样啊，宁总说的对，我确实有过这样的想法，但是大家别着急，大家也都知道，现在的市场啊非常不好，以咱们关鼎现在的实力，要是放弃了 T 国产线，如杀鸡取卵，对公司是实属不利的，相信在座的各位董事也不会答应嘛。所以啊，我早就放弃了这个想法。陈明啊，我很好奇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小宁啊，你该不会是听了哪个秘书给你吹的风言风语，就把我们大伙儿召集到一块儿来看马总的笑话吧？啊！不会不会，误会误会。朱董说的对，这次是我考虑不周。说到这个 T 国产线，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跟 GC 的东南亚分部联系，准备让关鼎同他们签一项长期的合约。要是这个项目成了，咱们关鼎的市值啊，一定会上涨。宁总，您一直对 T 国的产线和项目比较熟，你是最佳的商谈人选。要不明天你飞一趟 T 国？没有问题。哎，既然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先走了啊。小宁啊，以后可别动不动就把我们这些老家伙叫过来看涮啊！以后别了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辛苦辛苦。哎，不好意思。你留下，几位出去。师哥，这时间还没到呢，怎么就开始着急了？马浩，你过手那部分账还有现金缺口，你让我给你时间，我可以给，但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那么聪明，我有什么事儿瞒得过你啊？要是这次替国的事儿成了，咱俩就算是两清了。师哥，你是不是对我失望了？失望是针对曾经拥有的希望，你不配。动手。
们很早就计划了这趟旅行，由于工作的原因，昨天是分开来的这边。那你和上者的关系是？啊，他是我。不好意思。他是我未婚夫。麻烦你跟我回警局做一个笔录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我要去警局做笔录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个，请人依照你的度数随便买了一副，等回去了之后再给你配更好的。谢谢。那我走了。哦。走了。下面为大家播报一条消息：昨晚罗永郊区发生一场车祸，伤者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，肇事者已经逃逸。萨瓦迪卡 Mr. Gu， 事情的经过我大致已经都了解了，谁先动手的已经 not important， 不重要了呗。现在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，那 number one 通知领事馆按照他们的调解程序走，那 number two 按照我们当地的老规矩来。卡库，不要，人家不要通知领事馆，肯定会被传回到国内网上，好丢人的，人家不要。我要通报领事馆。怎么，你还没有被打够？你说呢？我还有事情先去处理，拜拜。你撞我干什么呀？撞疼了吧？撞你怎么了？撞疼了。你再凶一个试试啊！赵，你怎么了？你！请问调查结果出来了吗？我们发现绝伦机动轴系里急刹会造成车辆偏移，但没有发现明显的人为痕迹。而车身凹陷的地方与路边栏杆被撞的部分完全吻合，我们认定这场事故是一场意外事故。意外？不然你以为呢？日常打高尔夫，孩子上私立英文学校。而自己不过是个三级警司。李小姐，如果照你的说法，你与未婚夫发生争执后，他一怒之下开车出门，你又紧随其后，如果不是意外事故，那么肇事者就是你来。可您刚刚也说了，这就是一场意外，不是吗？我未来的婆婆是一个很难缠的女人，这件事我必须回去对她有所交代。我想，你应该不介意我看一下监控录像，并且拷贝一份吧？